我不相信，皇阿玛怎么可能打你呢？他那么宠爱你，怎么舍得打？他怎么舍不得打？他以前连板子都打，他根本就是个蛮不讲理的暴君。我现在后悔了，什么还珠格格、还珠郡主，我都不要当了。我过来想跟你说一声，我走了，我再不回来了。皇阿玛今天打了我，我就不是他的女儿，也不是他的媳妇，我跟你分手，你另外找个老婆吧，再见。哎，你不能因为皇阿玛打你，你就惩罚我呀？你走了，你要我怎么办嘛？我们已经定了亲，两个都发了誓了，这事要守在一起的嘛。你现在为了一耳光，就要把这些事情都忘掉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这个皇宫我再也待不下去了，再待下去我一定会疯掉，要不然也会被皇马杀掉的。小燕子，你不要这样嘛，我们大家研究研究，不要冲动啊。五阿哥说的对，你不能因为跟皇阿玛生气就迁怒到五阿哥身上来啊。就是就是就是，你想一想我们四个是怎么过来的。想当初我们劫狱的时候，抱着必死的决心回到宫里来见皇上，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死，就不能坦然地面对一个耳光吗？你不懂这个耳光对我来说有多严重。我懂我懂，以前皇后娘娘打过我们好多次，我们只是生气不曾伤心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爱皇后嘛。可是这次皇阿玛打你，是真正打到你的心了。小燕子，他不止打痛了你，也打痛了我。那我们一起走吧，那个爹就让他当生姜驸马吧，我们也不要认了，反正他那么无情，连令妃娘娘他都不管了，他也不会喜欢我们多久的。小燕子，你一旦弄到天下大乱吗？我们能够挣到今天这个局面，是经过了多少风浪好不容易拼出来的结果，我们要珍惜一点才对，是不是？你那么轻易地说出分手这两个字，太残忍了吧。是啊是啊，我可以为你坚定不移，你就不能为我受一点委屈吗？想当初为了你，我宁愿放弃阿哥的身份，要跟你去天涯海角流浪啊。对了，就是这句话，你现在还愿不愿意跟我去流浪？你不要当阿哥了，我也不当格格，就算穷死我们一起逃叛去。我不是不肯，只是有这么严重吗？就有那么严重，就有那么严重，就有那么严重。什么？你舍不得放弃阿哥的身份对不对？那让我走好了，我走了。我怎么可能让你走呢？小燕子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有一天我真的认为很严重了，我一定为你抛弃阿哥的身份，什么荣华富贵在我看来都比不上你的一颦一笑。我是这么深刻地爱着你，你受的一点点委屈对我都是打击呀。可是现在并没有到那样的地步啊。我们这帮人，紫薇、尔康、柳青、柳红、尔泰、赛亚还金锁，我们是一体的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是多么可贵的事啊，怎么能够破坏这种团聚的感觉呢？你就算不在乎我，也要在乎他们吧。谁说我不在乎你啊？我最不舍得的就是你了。小燕子，好好听的一句话，好珍贵的一句话，为了这句话，为了我，包容皇阿玛吧，不要让他的私生活破坏了我们的未来，那就太不值得了。